12月28号，我们都是在为这个庆典而在一起。上海协会不一般的，真的是我们觉得很荣幸，大家能到这里。那等会儿我要跟孙伟一块来介绍一下嘉宾。那首先呢，我感谢大家在那么寒冷的天气，真的是能滴水成冰的那个天气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冷我可以承受。我没有觉得，因为屋子里特别的温暖。我就是在想，我看着你跟夏天差不多。是吗？因为我心很热很热，所以我在想，我头疼啊。所以感谢孙伟，也是25号晚上的飞机到，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怀着从中国过来的温暖的心过来的，还有想见朋友们的心。所以从上海过来，从海南过来，从北京过来，大家都从四面八方过来，带来了祖国的问候，也带来了中国的一个温暖。对对对，因为这个上海协会，应该说是一个新生儿，他在这一年来365天。得到了这么多爸爸妈妈的呵护，哇，还有叔叔阿姨，还有叔叔阿姨，所以我都觉得特别的开心，非常的开心。所以在座的这各位，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大家千万别把1周年的形式或者是庆典当作是一个非常一个官方的或者是一个严肃的一个主题。其实今天大家邀请过来，就是让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1周年，我们大家在一起欢聚一堂，开心的日子。所以大家边吃边聊，也希望把上海的那一份特色带给大家。好，谢谢。从刚刚开始去年的12月28号到今年整整1周年，我们这一个协会得到了社会上各界人士对我们的关注，也使得我们这个协会有机会参加各种社团的活动，更受到了我们中加拿大的政府的关爱，也受到了国内的就是国内上海的政府的一个关心。所以从这各方面来看，使得我们的上海协会取得了这一些小小的一些成就，都是大家的帮助与关怀。那么我们希望继往开来，使得我们一个上海协会这一个幼小的群体，但是虽然它年幼，但是它的涉及面是非常广的。只要在上海生活过、学习过、热爱上海的人，我们都是非常欢迎参加我们上海协会。希望明年的时候，我们参加我们活动的人更多、更热闹，吃得更好。一声唱，请你疼也疼，请你骂也骂，那白身的黄的落落的彩绘的历史一门光，所以阿弟今朝是
对面给我笑一个。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岸边是故乡。没能出声儿。